哎，我们吃不下了，导演，还有两家我们吃啊，再吃我们烂说了哟。哇，香港牛排很有名哎。沙朗是个部位，什么是什么很有名不有名啊？还有安全带，假冒安全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ITL 西游记，我是 Gloria， 我是 Sydney， 今天带你来这家宝岛夜市，专门吃台湾各种小吃的。那店人还蛮多的嘛。对，四件套，有鸭脖、鸭头、鸭翅、鸭掌。对，我在这边还很难得吃到这种的。对，这个东西得上手套，你拿筷子过瘾，自己卤的，卤的还不错，微微的辣。嗯，我蛮喜欢这个鸭翅的，他把鸭翅和当中和前面都帮你切好了。嗯，不是一整个一大坨的那种，吃起来还挺方便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尝尝这个肉夹馍吧。对，这个可以打包回去看电视的时候。对对对对，肉夹馍，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。我喜欢香菜，它这里面加了蛮多香菜。嗯，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，特别是热的时候，很香很香，很新鲜。它这里面的肉，它说是辣的，但是吃不出来辣的味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辣的就是它里面好像是有青椒的，你的里面是不是没有？就我吃到现在是最酥脆的肉夹馍。嗯，它这个皮做的确实是挺特别的。哦，他们这里有自己的辣酱啊。哎，你觉得不够辣可以蘸一点。嗯，我们的臭豆腐来了，看上去不错哎。它上面都是泡菜，吃的上口的一口是臭的，但到嘴里面就是香的。喜欢吃的肯定会觉得很过瘾。酱是甜酸口的，然后里面那个臭豆腐，因为是臭豆腐的卤汁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国内吃到的臭豆腐的味道。哦，是吗？我来试试把泡菜夹在臭豆腐一起吃。好，我也来试一下。泡菜好脆哦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点辣。对，然后臭豆腐呢，又是臭臭咸咸的，就是各种各样口味在里面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放在一起的话还是比较能接受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它那个把那个臭味就是会掩盖一些。对，如果没有特别喜欢吃臭豆腐的话，想来尝一下的话，就是配这个泡菜。但是我感觉够味够味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一大碗一大碗牛肉面。经理你看，比你的脸大两倍哦。啊，好长。牛肉旁边还有牛筋的那种。嗯，哦，不错哎，很酥，但是牛筋还是很有嚼劲的。哦，这个面条的话，它就是很滑润的感觉，感觉吃一下可以一直缩到底。北方人对那个面食的要求很高的，你觉得这个面条符合你们？我觉得挺不错的。OK， 我感觉如果别人喜欢吃硬一点的话，它这个是现在是软硬适中，他很喜欢吃硬一点的话，可以跟他们说一下。哦，还没喝汤。它这个汤是带了一点点的辣味，还是蛮鲜的，味道很足，就是有牛肉的味道，有酸菜的味道，还有五香粉。而且它面条还是蛮入味的，有的面是面，汤是汤，就吃不出来味道。台湾小吃必点盐酥鸡。这个是九层塔。哇，炸得好酥脆哦。对，九层塔和那个蒜片，我咬开来还吃到一点里面汁水啊，还有爆汁是吗？有一点的，有一点。对，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加一些辣椒面，然后把它这样摇一下，这样你就可以自己调自己喜欢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我不用加辣粉了，它的鲜度已经足够了。看剧神器，这也是解馋神器。很著名的台湾小吃蚵仔煎，是不是叫藕蛙煎啊？放了生菜啊，那个生蚝，还有那个葱，还有那个豆芽。你这个大连人一定会喜欢。嗯，哇，这个 oyster 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对吧，一定要配上这个辣酱。对，我觉得那个辣酱很鲜。我最喜欢吃这个边边的地方。你真是一个吃货哎。这个边边好吃的是最脆的。哎， Gloria， 这个看起来好眼熟哈。这个就是十秒稻米线呀。这个宝岛夜市和十秒稻是同一个老板。所以你在这里又能吃到宝岛夜市的小吃，又能吃到十秒稻的米线、金汤跟番茄。对，这里是这两样。OK OK， 米线还是一如既往的糯糯韧韧的那种。嗯，很筋道的。我比较喜欢吃番茄汤，以前去 Charles Quick 那家我都是点那个番茄的汤。哦，有午餐肉，有鱼饼，有香菇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豆皮，还是蛮丰盛的。这个就是很滋补的，有没有？因为它有这些银耳啊、木耳啊什么的，看起来就是很养生。哦，这个还是在滋滋的冒热气，还有这个油。这个铁板牛排不错，黑椒酱、黑椒肉末酱，好像有肉末的。它的牛排好嫩哦，
那一般这种牛排的话嚼不烂。对对对，我在等你，你如果觉得烂了我再吃嘛。它腌的真的很好，它是里面有能够吃到那个黑椒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外面还脆脆的，你像吃寿喜烧一样。牛肉蘸鸡蛋液，对对对，你要吃那个面的话得把那个酱拌上去。怎么样，这个味道真的不错，因为它这个面是有这个还是有嚼劲的，这个面裹的浓浓的牛肉味道很香。他家的排骨饭和鸡腿饭是一人食的好选择，都是用了盐酥鸡的做法，搭配了蔬菜，并且量超大，整只手枪腿还有大排骨都是帮你去了骨的，饭上还淋了很多卤肉汁。我们最期待的甜品来了，它配料好多啊，里面葡萄干，这个红的好像是山楂片，所以你吃到有点酸酸的吧，甜甜酸酸的，然后冰冰凉凉的，真的不错。这个我觉得是必点，这里面还是拌的这个红糖的，它这个红糖还给的蛮多的，这样吃起来的话不会觉得就是很单一这个口味。 Gloria 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我也干了。Cindy 我今天带你来的宝岛夜市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很惊喜，我觉得在超市里能有这么一家，他们家的种类真的好多，我也没想到他们品种那么多，口味还都是很不错的，不错不错，蛮地道的。对对对，那你今天最喜欢哪一道？我今天最喜欢就是那些鸭货，打包带走然后回家去看看剧啊，嚼一嚼，真的是很不错。对对，很入味。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肉夹馍，它那个馍很酥很脆的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推荐大家也来试一下，大家一定要来哦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。